里面坐哦。原本在庙门口的老店搬过来这边哦，庙古老店王水城。妈都不要买。买时尚玩家推荐的老店哦，庙古老店。来，旅客老店王水城。这边有那个叫生坑臭豆腐炒饭，其实啊，这不是外面的。我没有看过啊。那闻会吓一跳，但吃起来哦，哈，你会觉得哎呀，清新哦。没有啊。乱敲门哦，都还有人居住，不要打扰到人家的生活。自己收音。随时可以站立哦，随时可以拍风景。那等于是一个人很适合出门旅游、工作、轻便的好东西。GoPro 8搭配了 MP200， 摇臂脚架，还蛮抗风的哦，又轻。你要碳纤板的比较贵哈。